欢迎来到舞台动力实验室，请看示范。我们先来放个音乐。这是一个结合灯光、音效跟自动控制的一个小道具。那因为这个道具呢本身的动作目前还在保密，所以暂时不说。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底下的机构，它会装在一个盒子里面。那主要的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处理灯光、音效跟自动控制的时序，同时能够去处理，这是有趣的。那目前应该是都解决了，可以切换四首歌。圣诞节到了，所以放一首这个歌。那另外这首当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Desperado， 这首是 Stairway to Heaven。这首是猜猜看是谁唱的呢？是 Mariah Carey 唱的啊。那灯光的切换，灯光的切换，灯光的切换，还有灯光的切换啊。那大概基本上，这两天在奋斗的事情就是要解决在程序里面同时有这么多不同的需要 delay、需要时序控制的东西，怎么样让它能够整合在一起？那当然最后用的一个土法炼钢的方法就是用的。三组 Arduino， 其中一组是侦测 PS2 的讯号，另外两组一个是管步进马达，一个管灯光。那另外呢，这个音乐的播放比较单纯，就直接交给我把音乐关掉。好，音效的播放就直接交给接收 PS2 的同一台来处理。好，以上就是今天的 Arduino 教室，谢谢大家。